近日权志龙 ins 更新还是一如既往的帅气啊，不过被火眼金睛的粉丝发现好像长痘了，但是依然不影响美貌。一张照片中权志龙拿着一瓶红酒，随后站在外面的海滩上，最后一张权志龙嘴里叼着烟，胡茬清晰可见。那你期待权志龙营业吗？大家对权志龙应该不会陌生，先不讨论他音乐上的成就，单说时尚这一块，距离确实有着他自己独到的一面。在他没有参军之前，不夸张地说，韩国很大一部分的男团们都会把他作为穿衣的风向标，而在当下这个时代，无论你喜欢与否，他确实为亚洲时尚文化留下了重要的一笔。从他退伍后露面的几次造型来说，可能是因为到了30岁，我个人觉得他要比以往的风格成熟了一些，但其中又不乏趣味。比如几次穿搭造型中，都把别针作为了整个造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配件，来增加搭配的趣味性。